ใจหูยละไหวไหวไหลหูยละจงเฉยไหต่อไหวไหลละสกอชอาร์คีสกอร์ตันดับสกอชอาร์คีสกอร์ตันดับ好きな身の表現だけど人生とかいう長い道を少し休みたいんだ少し休みたいんだけど時間は刻一刻残大家好啊，咁嚟緊工筆花鳥畫班咧，會係畫牡丹啦。時間咧就會逢星期四下晝2:30至3:30，120元，總共6堂嘅。如果大家興趣咧，可以報名參加。学院兴趣班的课程的，那现在要介绍的是长者学院的印度舞课程，开课的日期是5月25日至8月24日，逢礼拜四下午2:15至3:15的，收费是100元，有10堂，就由周泳仪老师教的跳印度舞，我们呢舞动下身体啦，学下另类文化呢。报名的方法呢就可以打电话来询问处留名，我们在5月12日呢就会抽签的，名额呢就一共有25个的。长者学院的课程，咁咧今次要介绍呢个就系长者学院的夏威夷小吉他课程的第二期啦。开课日期咧系6月16日至8月25日嘅，逢星期五下昼嘅3:30至4:30。咁由于今期系第二期咧，我哋咧就唔系招初班嘅人噶啦，我哋招嘅对象咧一定系对呢个夏威夷小吉他咧有基本嘅認識嘅朋友嘅，係啦，咁我哋收費咧係100元有10堂嘅，咁啊老師都係阿黃力山老師，嗱歡迎有興趣嘅同學咧就同劉姑娘查詢下啦，咁如果你係新朋友咧，我都會考下你先收你嘅。而家要介紹嘅咧就係咧5月份嘅十架堂嘅活動啦。咁咧十架起落一個鐘咧，5月份嘅舉行日子咧就係5月11日同埋18日嘅
星期四上午9点到10点嚇。咁喺呢個時候咧，十架堂嘅傳道人啊、歐姑娘啦，同埋其他嘅義工咧，就會同大家一齊嚟到中心啦，唱下聖詩啦，唱下粵曲啦，玩下遊戲啦，分享宗教嘅信息啦，做下運動咁嘅。歡迎有興趣嘅朋友咧嚟到詢問處嗰度咧攞一張門券，咁咧就免費嘅。咁啊，歡迎大家踴躍參加。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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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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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動餐，動動餐，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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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要介紹呢一個活動咧，就係端午節嘅節日活動嚟嘅，名稱咧就叫做一起品味端午節。活動嘅日期咧係6月10日星期六，上晝10点到11点15分嘅。咁咧，我哋就會同會員一齊咧品味端午節喎嚇，玩下遊戲啦，睇下表演嘅。名額咧一共有50个，收費係10蚊雞。咁報名嘅方法咧就留意啦。咁喺播完例會之後咧，就可以打電話嚟中心23523082留名同埋電話。咁我哋只限咧有效嘅會員報名啊。咁啊，抽籤嘅日期咧就係呢個5月12日嘅上晝。咁咧抽完籤，我哋會喺5月15日之後咧個別通知中籤嘅朋友嘅，歡迎大家參加。數碼同行計劃咧，今個月繼續都有呢個手機諮詢站啊！如果大家有啲手機嘅疑難啊、技術嘅問題咧，都可以預約時間咧問阿 Sir 嘅。咁另外咧，數碼學堂咧今期嘅主題咧就係手機知多點啊，會教一啲手機基本嘅知識啦，同埋技巧啦，仲有就係點樣利用一啲應用程式咁樣嘅。咁活動咧就會係逢星期二下晝2点半至3点半嘅，總共咧就會收20蚊，有4堂。大家好，又到我哋电络有你互联网嘅时候啦，我系林姑娘，我系谭真。谭生，你做乜事啊？冇乜嘢啊嘛。哇，一睇就知我系腰痛啦，唉，梗系平时坐得多啊，真系。哇，腰痛有啲可大可小噶喎。系啊，我都唔知点算啦，而家。咦？你講起腰痛，咁嚟緊咧，我哋有個講座可能會啱你聽喎。咦？係咩講座啊？唔係咁啱有腰痛講座係嘛？冇錯啦，你就講得啱啦。我哋嚟緊咧喺5月22日星期四朝頭早10点到11点咧，就會有個腰痛飛走嘅講座啊。咁到時咧，我哋就同拉法醫療基金會嘅脊醫黃博士一齊合作。咁佢到時咧就會到場同咁多位講解咧。我哋常見嘅腰痛成因啦、影響啦，同埋咧會教大家咧做一啲咧嗰一個部位痛症嘅舒緩活動㗎。哇，聽落好吸引喎、我都要即刻報名先得啦。係啊，但係你學完之後咧，都要繼續去做呢啲運動先有用喎。咁啊係啊，講起運動咧，劉姑娘，你知唔知最近我哋早晨運動班有啲唔同咗喎？有啲唔同咗。唔知喎，到底係乜嘢啊？其實咧，我哋而家隨住疫情不斷咁樣放緩啦，其實我哋咧慢慢都恢復翻我哋嘅實體班組啦。咁我哋嘅早晨運動班由5月開始咧，逢星期四嘅網上運動班咧就會正式變為呢一個實體運動班啦。咁以後各位老友記咧，星期一至四都可以出到嚟我哋平台做運動啦。哦，咁樣幾開心喎！而家逢星期一到四都可以喺中心平台實體同我哋一齊做運動啦。係啦，咁大家記得唔好錯過咯喎！有興趣嘅朋友記得咧，就同我哋報名啊。係啦，咁嚟緊咧，我哋咧好似每個月咧都會有啲固定活動噶喎、你又記唔記得係啲乜嘢啊？
係咪以物易物呢個換物方呢？冇錯啦。咁如果上個月咧有參加以物易物嘅老友記都知道啦，咁我哋咧而家以物易物嘅活動咧就轉移咗去下村進行，就唔再喺中心度舉行噶啦。咁我哋嚟緊咧以物易物嘅時間咧就會係5月19號星期五下晝3:30到4:30嘅時間。咁到時就會喺龍慧樓同埋龍志樓中間嘅空地咧會有呢個活動，係啦，即係咧就冇錯啦。咁我哋到時啦，大家可以咧揀一啲屋企用唔著嘅物資，但係佢係新淨嘅、全新嘅等等嘅話，可以拎過嚟俾我哋，咁換翻一啲咧你覺得有用嘅物資翻屋企㗎。咁啊，劉姑娘，我想知啦，我哋有冇啲咩嘢係唔收嘅咧？係啦，咁如果咧有啲咧舊嘅衣物啦，或者一啲咧二手嘅個人用品，我哋都係唔收㗎，都係保障大家衞生。咁如果咧係一啲新淨嘅物品、全新嘅物品，收啦。嗯，系啦，大家就記得咧，準時咧，5月19號，我哋喺樓下見大家咯噃。咁講起我哋出街街外嘅活動咧，除咗呢個以物易物咧，仲有我哋一個有理遊樂場啦。咁我哋下個月咧就會喺5月12號舉行，就會喺黃大仙社區中心隔離嘅空地啦。咁我哋3:30到4:30咧，就會喺樓下等大家，同各位街坊玩遊戲，同埋做一啲嘅活動嘅宣傳。咁到時記得唔好錯過，過嚟探下我哋啦。係啊，咁我哋咧話咁快呢個月嘅預告又完結啦，咁我哋下個月再同大家見面咯喎。好啦，拜拜。拜拜。今個月咧會有我哋嘅繽紛生日會啊！咁如果大家係4至6月生日嘅會員咧，可以報名參加，一齊慶祝下生日嘅。咁時間咧就係5月19號星期五嘅下晝2:15至到3:15，收費係10蚊嘅。5月17號星期三嘅下晝2:30咧，會有果然共享慈善基金嘅義工咧嚟到中心同大家一齊互動啊，做一啲嘅手作咁樣嘅。如果大家有興趣咧，都可以報名呢個果然係咁嘅活動。Hello， 大家好，我係長者支援網絡及隱蔽長者服務嘅譚姑娘，今日同大家宣傳咧係例會址第14項。端陽暖萬心，關懷獨居長者計劃2023年。今年咧係成個計劃嘅第34周年啦，係啊，係一個喺黃大仙區歷史悠久嘅一個活動。咁其實咧就係成個活動咧，我哋都希望集結地區嘅一啲義工啦、唔同嘅團體啦、持份者、社區人士啦，一齊去關心翻黃大仙區嘅獨居兩老長者。咁今年嘅活動咧都係咧好豐富嘅，我哋有一連串嘅活動啦，去大家去參與啦。咁大家喺例會址咧，你會見到有個 QR code 嚇，個 QR code 咧，其實咧就係有一段宣傳嘅短片嘅。咁今年我哋好開心啦，我哋邀請到資深傳媒人鍾志光先生咧，去為我哋拍咗呢一條短片啦，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端午節嘅啲文化，或者咧端午節嘅啲歷史，亦都為到我哋嘅計劃咧去做一啲宣傳嘅。咁另外啦，我哋今年端午節嘅活動咧，亦都有跨代共融嘅響應活動啦。因為我哋今年嘅主題係長幼共融，傳承端午化、端午節文化嘅，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喺各中心啦、4間嘅合辦中心啦，我哋都舉行唔同嘅活動。咁有啲係關於咧點樣去食得健康啲啊，或者包種嘅啲比賽啊，亦都有啲咧係舉行嘉年華嘅活動。都請大家密切留意啦，咁啊可以一齊去參與。咁第三樣嘢啦，我哋亦都有咧義工嘅探訪活動嘅。咁我哋都會喺6月份透過端午節之前啦，咁啊邀請義工啦去參與，一齊去探訪黃大仙區咧超過5000多户嘅獨居兩老長者。咁其實我哋好需要你哋支持嘅，因為咧你可以做義工之餘咧，你亦都可以咧去贊助捐少少嘅錢去支持呢個計劃，我哋去買呢啲端午節禮物送俾獨居兩老長者。多多益善，少少無區。咁我哋都會喺例會啦、互助會啦、中心嘅唔同嘅義工服務啦，或者透過唔同嘅方法渠道咧，向啲社區人士去做呢個宣傳嘅。咁都希望黃大仙區嘅長者都仲有你哋嘅關心。咁如果對呢個計劃有任何查詢咧，都歡迎你可以揾我譚姑娘，或者揾咧我哋長者支援網絡及隱蔽長者服務嘅同事，或者揾白生。係啦，咁多謝各位。
多謝大家一起去關心黃大仙區的獨居老人長者。各位會員大家好，話咁快咧，我哋又踏入五月份啦，咁啊好快又同大家咧開五月份呢個嘅例會。咁今次嘅例會咧，同樣咧，我哋都係會咧實體同埋線上咧一齊去播放嘅。咁咧就可以適合更多唔同嘅會員去按佢哋嘅需要咧嚟到去實體嚟到出席我哋例會。或者咧就繼續喺線上去收睇都可以嘅。咁咧今個月嘅行政報告咧，咁啊簡單同大家嚟到去匯報一下啦。咁咧我中心咧就好多謝大家各位嘅合作啦。咁咧就喺過往咧就兩個月裏面咧，我哋都換咗咧接近900個咧一個二維碼嘅新嘅會員證啦。咁啊好多謝大家咧咁嚟到幫我哋合作啦。咁咧就鼓勵大家係而家嚟中心咧，繼續使用呢一個二維碼嘅新嘅會員證嚟到中心嘅時候咧，就同我哋去拍卡啦。咁就等我哋咧可以按照社署咧佢哋嗰個去進行咧呢一個嘅實名嘅登記嘅。咁咧就如果未曾換二維碼嘅會員咁我哋都會繼續同大家換嘅。咁為免咧就大家等得太耐咧，咁我哋過往咧係一次過咁同大家去特別去換呢個二維碼嘅安排咧，就會暫停咗噶啦。咁咧我哋可以大家會員咧可以按照翻你原本係需要續證嗰個嘅月份咧嚟到中心嚟到去換證就可以啦。譬如話你係八月份先續證嘅，你可以咧等到八月份先至咧嚟換呢一個二維碼嘅會員證。咁但係你話如果會員你哋自己都好想提早嚟到去換證咧，其實都係可以嘅。只要咧你主動去提出，你話你想提早去換證，咁咧我哋中心一樣咧就會同大家去辦理嘅。咁咧不過大家如果想提早去換證嘅話咧，咁咧就因為續證咧就都嗰個手續都要核對資料咧都需要啲時間嘅。咁請大家咧就要預留咧大概15分鐘嘅時間啦，咁咧等我哋咧可以即時會幫你換卡啊，同埋咧去核對一啲基本嘅資料嘅。咁你如果大家有好想提早換呢個嘅新嘅二維碼會員證咧，咁你都可以主動提出嘅。如果唔係咧，就可以按照翻咧你續會嘅時間咧嚟到去換呢個二維碼嘅會員證都可以嘅啊。咁咧由五月份開始咧，咁我哋為咗咧節省大家嚟到去續證嘅時候咧，要核對啲個人資料咧，要輪候嘅時間會較為長啦。咁咧我哋喺大家續證嘅時候咧，我哋只係最簡單咁同你咧核對咗你嗰個嘅聯絡電話，咁咧就以便咧我哋可以咧就聯絡到你啦。咁同埋咧就簽一個個人資料同意書就可以噶啦。咁咧至於其他嘅個人資料咧，咁咧我哋轉為咧係用電話咧，再係會同大家核實嘅。咁大家喺續咗證之後嘅兩個星期之內咧，我哋咧會有同事咧就打電話俾你哋啦。咁咧就會表明自己係中心嘅職員啦。咁咧會講個電話號碼俾你聽啦。咁如果你有懷疑咧，你可以咧調翻轉頭，按打翻電話嚟中心。找回咧聯絡你嗰個嘅姑娘或者先生去去核對個人資料，咁咧就可以咧確保你嗰啲資料咧係提供翻嚟咧都係俾我哋中心嘅啫。咁我哋喺電話核實嗰啲資料咧係包括會員登記表裏邊咧一啲個人嘅資料嘅，包括你身份證嘅頭四個數目字啦。咁同埋咧，你嘅經濟狀況啊、身體狀況啊、居住狀況啊，同埋咧緊急聯絡人嘅電話嘅。咁咧，因為我哋每年咧都更新呢啲資料咧，以至咧我哋可以去更緊貼你每個會員嗰啲嘅變化啦，以便咧我哋可以制定咧更加適合大家嘅服務嘅。咁所以咧，請大家都幫我哋中心咧喺呢方面去合作啦。咁在這裡再次多謝大家在過往跟我們中心同步一起去完成這個
咁艱巨嘅任務嘅。喺呢度再次多謝大家。